一日啦，我睇報紙，咁好奇怪，點解有得新聞咧係可以同時間上呢個 C 1同埋 A 1嘅頭條？咁我隱約記得咧，喺娛樂版嘅嗰篇新聞咧，就係講邊個導演咁啊偷食。咁一兩日之後咧，佢爸爸咧亦都喺佢屋邨嘅樓梯間咧殺咗個人。好奇怪地咧，喺香港呢個媒體嘅規則可以攬埋一齊報導。到底去到呢個位置，係呢一個新聞娛樂化，定係娛樂新聞化咧？冇人知，亦都唔再重要，因為佢淨係要博你一笑。在某夜這裡，我發出呼叫，大概喝得很醉，沒有力攜去兩雙手臂，在我手心裡，你一句他一句，彷彿要加許，現在做得很對。我問你是誰，他是誰，為什麼出現在我的家裡？可能你只是想喝口冰水解解罪，或者為我佈置身居。夜蒲谷爆36D少女，昨晚喺自己嘅住所36D身跳咗落嚟喎。無論放在 C 一頭條還是 A 一頭條，都只是為了博你一笑。Thank you。 20岁嗰年咧，咁我就写咗一首生日歌送俾自己。而家听翻咧，
哎，今日兩年喎。咁我想將呢首歌送俾每位朋友，好把握，好好咁樣把握而家嘅每一分。正坐著在這陰室之內，望見窗邊之外，聯想起出走會有害，剩下寂寞伴著我，要懂得忍耐，理想準於心內，勇敢地把包袱拋開。冬天你與我曾步近，靈感總是誰小小吉他当作伴侣，今天你与我仍貌似，回忆总相许。无奈向我说句，也愿追随。不经不觉这刻仿似大了一岁，当青春转转眼就淡薄。任逃去，伸手摸摸短发界线，渐而失退，已不再占据明天的家许，但再没有办法令对方重拾热血，变回初衷的我。由此可见，唯有剩低这气候。不經不覺送俾大家 ，thank you。好啦，咁啊嚟緊咧。